女人上了年纪，最怕老又垂。你才老又垂，你才老又垂，你全家都老又垂，我告诉你。而且我通常我在保养，如果你真的要抗老化的话，其实不只是运动啊、饮食，当然你保养品很重要，对，还有就是吃的保养品，对，而且吃对保养品啊，吃的保养品很重要，这种东西我很长期喝，我看它里面有很多非常多的抗氧化成分，就是像眼鹰酶，眼鹰酶它其实是在莓果类里面抗氧化成分最高的，这个眼鹰酶里面它有多酚，所以它其实可以补充人体里面所需要的营养。红酒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成分白藜芦醇，我认识它是加在那个营养食品里面、保健食品里面，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修复力，是不是很好喝？哎，很好喝，很好喝，它就是很像一个莓果类的果汁，而且它不会酸，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黑醋栗的这个成分。你知道它这个黑醋栗，它其实它是被认定为它是一个口服的化妆品。我跟你们说，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成分——沙棘子萃取物。你知道成吉思汗他们的部队也有在吃沙棘，出征的时候他们就是靠这个东西来做保养。然后连俄罗斯的科学家，他们就会就是搭配这个沙棘的这个成分，青春果的成分，对，青春果的成分在里面。而且沙棘里面它一样，就是也不含就是花青素。你说花青素里面有什么？考你，维生素 E， 所以维生素 E 也是干嘛？抗氧化。对，一个最重要就是它有生物异黄酮。生物异黄酮是干嘛的？抗氧化。你如果真的有每天喝像这样的保养食品，保养，对，所以说你真的可以改变你的生理，对，真的。还有真的是你外在的免疫。女人最怕人家说你胖，说你黑，说你丑。刚好你喝这个可以让你漂亮，它也可以调整你的体质。我个人是早上起床的时候，这时候吸收力最好，空腹喝，或者是晚上睡觉前的时候。